因为我在广州也生活快30年了，广州作为重要的中心城市，又叫做花城，在花城看花呢，是全国人民对广州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概念。今年广州市旅游局呢，把这个广州过年花城看花呢，作为广州的重要旅行品牌来推广，那么它组织了春节花车的这个巡游活动。因为我觉得一步彩车呢，并不是说要把荔湾区的各种各样的成绩去堆砌起来，而是如何去浓缩荔湾区的这种文化，还有它的特点，它的一种精神。09年设计这个阅兵的这个彩车，还有世博会广东馆呢，在荔湾区那边有过考察。这一次呢，就参观了这一个十三行博物馆啊，荔枝湾涌啊，还有这一个恩宁路的这些骑楼啊。整个彩车，我更多的就是扣紧现在的，刚好是一带一路的这一个主题来设计。所以呢，整个彩车我会用一种传统的红船，融入了西关的文化在里面。从这一个十三行的商贸的一个情形，到这一个沙面白天鹅，到白鹅潭这一个商贸区，到这个广州岩大厦，把广州岩作为这一个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新的一个起点，作为一个历史的一个长卷，穿越这个时空来设计凤凰啊，代表荔湾区的腾飞。因为是春节巡游嘛，所以我把它设计成一个灯笼，两边是有一个 LED 的一个屏幕，那么是介绍这个荔湾的一些旅游啊、文化经济啊各方面的影像，以各种时尚的鲜花来点缀，把节日的气氛把它烘托出来。满洲川的这一个形状用斜翼的手法吧，把这一个船给点缀起来，加上下面一些海浪的造型啊，整个船都在乘风破浪的这种感觉吧。这一次设计都更强调的是从文化传统啊、商贸这一方面的历史，看到这个花车都会感受到这种荔湾的这一个历史文化，感受到老西关的这种传统。凤舞岭南，春满荔湾。今年我觉得是第一次用花车的形式，我觉得这样跟老百姓更加接近一点，大家很近距离的去感受到这种喜庆，春节这种热烈的气氛。